什么武器不需要枪法就能用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魏。吃鸡里的很多枪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，例如 98K、AKM 等等。但有三把枪是个例外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不需要枪法的三把武器。最后一个连瞄准都不用。一、乌兹。乌兹是吃鸡射速最快的武器，因此近距离秒伤很高，爆发力十足。使用乌兹，只要你开枪前能瞄准敌人，接下来射击键一按，敌人就死翘翘了。枪法为核物，完全不需要。二、喷子。喷子是玩家对霰弹枪的另一种称呼，喷子最大的特点是只能近战突连使用，远了就完全没伤害了。这个特点也带来了一个好处，击杀敌人不用压枪，不用花里胡哨，只要把枪口对准敌人即可，完全不需要枪法。关键它的伤害还很高，二级甲以下一发必死，真的很恐怖。三、 M311-A 导弹。如果你是萌新中的萌新，连瞄人都不会，你也能用好这把武器。 M311-A 导弹是火力对决中的专属重武器，在它开镜后无需瞄准，它会自动锁定视野中的载具，自动锁定完成后点击开火发射就好了，它会自动追踪被锁定的载具，绝对是吃鸡中最不需要枪法的武器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留言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